我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有严重的洁癖，从来不陪我吃路边摊，他说不干净，吃了容易出问题，也从来不和我共用一双筷子，怕感染幽旋螺门杆菌，还说真正的一家人用公筷不见外。直到我看到他和白富美丽一烟在路边吃着小吃，互相喂食，杀人诛心也不过于此了。娃娃 WiFi 提醒，好看的全文又来喽！暴富暴美的宝子们，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戳个小赞赞呢？感谢支持。下面正文开始。我和蓝田青梅竹马，同事寒门长大，曾经相互许诺，事业稳定就领证结婚，不办婚礼，不要彩礼嫁妆，就我们两个人，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一生。然而这份诺言寿命如此短暂，职场半年就被打破。蓝田看到我，神色有点慌张，又看了下身边的李雨嫣，像下定了决心一样，拉着李雨嫣来到我跟前，一副怕我欺负李雨嫣的表情，开口道：“然然，是我的问题，和他无关，我们分手吧。”旁边的李雨嫣似惊喜又似愧疚，抢白对我说：“萧然，我不是故意抢蓝田的，我们是情不自禁。”我盯着两人，一时之间竟然不知如何应对。大吵大闹这种行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毕竟我最亲近的父母也不曾因我大闹做出让步，更何况被叛变的爱情，撒泼打滚反而让人看了笑话。我盯着蓝田和李雨嫣，竟然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明明该说对不起的人是他们，这一刻他们表现的却这么理直气壮。回到住所，思考着过往种种，想起蓝田之前行为异常，疫情期间多次主动出差，纪念日完全忽略，说好的正式见家长也一推就推，原来很多不经意间的习惯已经代表了不爱。这时信息提示突然弹出来，是我闺蜜发来的蓝田朋友圈截图，图片是路边摊上两只手紧握着，配着的文案却是因为爱所以妥协，朋友圈相互认识的人都在恭喜着他终于修成正果。原来蓝学霸陷入爱情也是吃路边摊之类，只有我的闺蜜截图过来，你的手上有克制的，这个人没有，他是谁？他的新晋女朋友，没事，下一个会更好。我故作轻松的回复，只能装得若无其事。第二天一早出门的时候，看到蓝田蹲在门口，见我出现直接拉着我，我们聊一下。我带他到僻静处质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蓝田静静地看着我，轻声道：“我给你讲个故事。”蓝田说：“李雨嫣是他学妹，大学见过几面，相互加了微信。后来毕业是李雨嫣给他介绍的工作，并且他母亲生病，也是李雨嫣介绍的主治医生。”我冷静地看着他：“就因为这个，你就移情别恋？”蓝田痛苦地看着我：“萧然，我们都要生活，也要妥协现实。我和他在一起，可以少奋斗20年，他的父亲打个电话就能让我去最好的投行。而你呢？我跟你在一起，可能得奋斗个40年才能买得起房子。”说完，他打量着我周边环境，鄙视地说道：“萧然，你看你当年的高考状元，小镇做题家，可是毕业后你获得了什么？还不是一样租着偏僻的房子，上班需要转公交再去坐地铁，这样的生活，你看得到希望吗？”然然，我过够了这样的日子，如果有改变的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抓住这个机遇呢？我看着蓝田有点诧异，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相互讨论未来要做什么，当时眼里还满是奋斗和希冀，只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人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问蓝田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你想怎么样？蓝田快速看了我一眼，似乎诧异我这么冷静，他理了理思路，低声道：“萧然，我给你10万分手费。”你在朋友圈说我们早已和平分手，多年交情，我能轻易看出来他的惊慌。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同学和师长，还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共同认识的人让他始终有所忌惮，无法坦然公开新女友。只要我在朋友圈发布分手言论，他就可以不用背负出轨的骂名。眼前的这个人可真是既要面子又要里子，10万就可以让你坦然面对自己的良心吗？蓝天看我似乎不同意，于是加码：“你可以再提高点，30万是我的上限，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无话可说，毕竟只要我传播些你不好的谣言，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你自己考虑吧。”说完直接就转身走了。现在的人还真是沉不住底气，蓝田的事让我伤心郁闷，却抵不过发现工作被辞退的愤怒和委屈。我去质问领导林姐何人是，凭什么辞掉我的工作？以前和颜悦色一脸欣赏我的林姐，如今冷冰冰的道：“你写的专栏没有流量，没有为公司产生价值，公司基于人才优化的角度决定对你予以辞退。”我看着眼前的林姐愤怒道：“我的专栏在没有推广的情况下占据排行榜前3，这叫流量不好吗？我为公司创作的方案，客户不用修改直接拿来用，这叫没有创造价值吗？”林姐看着愤怒的我冷漠地说道：“萧然，这就是社会教你的第一课，枪打出头鸟，你这么优秀，其他同事如何出头呢？”旁边的人士打着圆场：“萧然，公司的所有的流程都是合规合法的，该有的补偿都会给到位，粗略估算大概有10万加，不会让你太为难的。”我冷笑地看着眼前的领导：“那就此别过，祝你前程似锦，再也不见。”回到工位的时候，旁边的同事看着我通红的眼睛，一直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强壮镇定说：“没事，只是沙子迷了眼。”旁边的同事互相耳语着，仿佛在嘲讽：“看，这就是 X 大毕业生，工作半年就被辞退了，一定是能力不足。”强撑着去办理离职手续，人事小姐姐悄悄对我说：“萧然，其实林姐也是迫不得已，这是上头下的通知，大家都挺诧异的。林姐也特别为难，她经济压力大，刚离婚带小孩，也不能为了你丢了工作，你体谅下。对了，咱这边对外给的通知是你因个人原因提的离职，不会耽误你找下份工作的。”说完她悄悄对我耳语：“萧然，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记得注意下，刚失恋又碰到丢了工作，还真是流年不利，未曾在学业和工作上受过挫折的我，此刻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抱着和自己一起被扫地出门的纸箱，我如幽灵般离开工作大厦，只想静悄悄消失。然而大厅里却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竟然是林雨嫣和蓝田，还真是阴魂不散。林雨嫣大声叫着我的名字：萧然，你怎么抱着个纸箱子？是被辞退了吗？”
你待的公司是我爸投资的，要不我去找他们老板说下把你留下来。他的眼神充满了恶意，原来始作俑者就是他。而旁边的蓝田则诧异地看着我，拉着林雨嫣小声说道，算了，我们不是要去拜访你父母的朋友吗？林雨嫣则大声道，看到老熟人就正大光明打招呼呗，何必藏着掖着呢？蓝田小声说道，我早上是去说分手的事的，没有聊别的。我看着他们俩只觉得荒谬，周围人的眼神仿佛我才是小三。这时大厅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肖小姐，苏总约了您谈签约的事，让我来接您，方便的话咱直接过去可以吗？应该是有人看不过去为我解围，我看着来人非常感激，抬头看了下林雨嫣和蓝田，镇定对蓝田说道，分手可以，50万你转账我发文，从此互不相干。本来我是没准备要蓝田的钱，感情的事并没有什么对错，分手的人很多，也不多我这一个，只不过是分得有点难堪而已。不过他们竟然让我连工作的都丢了，那多多少少要承担点损失。李雨嫣轻蔑地看了我一眼，100万我买你和蓝田再也不见。我盯着李雨嫣，没问题，我不会主动见他，如果你能管住蓝田，那请不要让他来骚扰我。说罢便跟着来人走了。走出大厅的时候，我感激地对来人道谢，他却疑惑地看着我，肖小姐，我是苏先生的司机李真，确实是苏总派来接你去签约的，有疑问不如当面跟他聊聊。我看着眼前的人，想想对方刚为自己解围，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坏心思，便跟着去了。到目的地后发现是一家安静的餐馆，站在门口等待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五官端正却略微有点煞气，看起来不好惹，不是我会主动招惹的人。等在门口的男子看到我，脸上浮起笑意，萧然，你还记得我吗？我看着他的轮廓思虑了下，还是摇摇头，不记得，请问你是？男子似乎有点不开心，声音低沉道，我是苏林生，当年你的高中同学，有没印象？翻了下记忆，似乎有这么一号人物，我不确定地问他，是经常逃课的那个吗？苏林生似乎有点被噎住，无奈地看着我，是经常逃课的那个，我们来聊点正事吧。落座后，苏林生说他记得我当年是文科状元，刚好他在创业，想要挖我为他做事。我疑惑地问道，那你怎么刚好会让司机出现在那个场合？苏林生说他在我现在的公司有认识的朋友，那边的朋友知道我离职后就立马跟他打招呼，他说他本来准备亲自去找我的，但是临时有事就让人把我带来了。我暗自思索着这种可能性，高中时我和他并无太多交集，如今伸出援手似乎也有点不合逻辑。我直白地问他，你想要什么？苏林生微笑道，你还真是和当年一样直白，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碰到我和别人打架，我被打了半死，是你送我去医院的，当时你还小大人一样教育我，该读书的年龄跑去跟别人打架斗殴，只会辜负父母的期待，不配做中国的栋梁之类的。我本来以为是你故意这么讲吸引我注意的，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们在同一个班级见面，你好像忘记这件事一样。听他讲完，我依稀记得这件事，当时有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回家以后被父母罚站教育了半天，以至于上学的时候迟到了，后来索性摆烂在大街上游走。那是我唯一一次逃课，途中碰到穿着同校校服的学生被打，便报了警，送他去了医院。想起当年我不禁微笑，是你呀，当时说话有点中二，希望不会为你造成困扰。苏林生盯着我，可是已经造成困扰了，我关注了你的动向很久，知道你是文科状元，这不上赶着来找你合作了。说完他向我伸出手，肖小姐，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燃文创公司，担任品牌经理一职，薪酬比市场价多3倍，聊表诚意。我看着苏林生，心知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好机会，于是伸手握住他的手，成交。苏林生送我回住所后，银行卡显示收到蓝田的50万转账信息，林雨嫣所说的100万反而不见踪影，看来大小姐说话也不是一定就能实现的。不过托他的福，辞退金倒是一下到账了，一些有个20万左右，应该是加上奖金一起发了。蓝田说我这住的地方偏僻，他却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攒钱买下的二手房。大学4年，因家里不愿继续支出，我只能自己找点赚钱的营生。凭借着几篇出圈的小说和文章，也慢慢有了些积累。因此，在拥有购房资格后，便选中了这个地方，付了首付买了下来。加上蓝田的50万和公司给的辞退金，应该是可以一次付清尾款了。毕竟这个小套案地址偏僻，买下来也没多少负担。打开朋友圈发了一个文案，已分手勿念，发完准备截图发给蓝田银货两气，却发现自己已被拉黑，也好免得留下证据说我敲诈勒索。微信弹着信息粗略一看，基本上是表示惊讶的，也有表示前阵子不是刚秀完恋爱吗，怎么就分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之类的。唯一一条评论看着略显舒服，是苏林生的，他说恭喜获得自由，下一个更乖。想起和蓝田的感情，心里还是有些难过，一起走过的那几年是我最美好的年纪，有点可惜也有点释然，还好感情并不是唯一，眼前的这套小房子反而给我更多安全感。约着银行的人把尾款付完以后，心里轻松很多，虽然都是寒门出生，可是我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居所，不再是漂泊无依。蓝天说凭借我们两个人努力需要花40年时间，不知道他期待的是什么样的豪华别墅，他所有的消费都花在了人情往来和自我装饰上。他说人脉和资源才是跨越阶级最主要的法宝，我不否认他这种说法，却也更相信脚踏实地，想来我们之间的差距早就有了，只是碰到林雨嫣矛盾提前激发了。萧然，我带你去公司。我回头一看，是苏林生。苏总对员工这么好的吗？还亲自来接。苏林生微笑道，我对人才一向看重，快上车，我带你去见见新同事，你猜他是谁？
到公司后才发现，苏林生说的人才竟然是我上任领导林姐。原来林姐在之前公司也是一直被默默边缘化，不受重视。机缘巧合下认识正在创业的苏林生，给他提供了很多建议。苏林生提出挖林姐过来，林姐有点心动，刚好发生我被辞退的事情，便提前留下来为我争取更多权益。他很早就向苏林生推荐了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刚好认识，一时之间有点五味杂陈，问林姐为什么愿意这么帮我。林姐微笑地说，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淋过雨，偶尔也希望能给年轻的孩子撑下伞。我向林姐感谢后问苏林生，事先知不知道林姐推荐的人是我。苏林生则是微笑地看着我，你猜，原来男性也爱好这种猜来猜去打太极的游戏。我和林姐很快投入新的工作，以中国二十四节气为创作元素，制作了一组中国传统美人图像。为了校验市场，我们率先推出了仿真传统美人模型和 Q 版二次元美少女模型，想看哪个种类更受市场欢迎。结果一不小心冲上热搜，有说真人模型还原了中国传统美，二次元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也有说仿真的细节刻画很多，一看就很贵，以自己的购买力也只能买个二次元之类的。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大家都在讨论哪个文创公司这么有创意。苏林生倒是对议论毫无不看重，大笔一挥发了个公告，说两种模型都会等量生产，并且为了回馈用户，本次模型售卖只会收取 5% 的利润作为平台运营费用。当然用户还是褒贬不一，有说公关手段不错的，有说不信的，也有说良心公司的。这次意外热搜省了很多推广费，苏林生商量着要给我和林姐摆个庆功宴。我对这类活动态度一直是可有可无，林姐却非常开心，对于品牌人来说，有个出圈的产品那就是自己的终身勋章了，更何况苏林生也给了我们两个非常优厚的奖金。苏林生问我拿到奖金后有什么打算，我看着自己的钱包盈余估摸了算下，说想买个门面房。苏林生一口酒喷出来，你的梦想这么朴实无华吗？我想了想说，只有土地归属才能给人安全感。苏林生看了看我，眼神好似略微心疼，那有了土地之后呢，你还想要些什么？我思考半天，除了想要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外，竟然没有其他人生追求，这么一想还真是有些失败。苏林生看我有些闷闷不乐，让我买门面房的时候带他一个，他要买我隔壁的，并且会付我一笔中介费，这样的老板还挺好的，从来不画饼，都是直接兑现。我由衷的希望他的公司能坚挺一点。闺蜜发来高中群的截图，说有人匿名造谣我因工作能力被辞退的事，让我去看下群消息。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有说不相信的，也有充满恶意的，学习好果然不能证明工作就好啊，看大学霸不也一样被公司辞退吗？还有人在群里说，马上不就高中聚会了吗，看大学霸敢不敢来就行，不敢来那肯定就是心虚呗。苏林生也在群里发言，谣言止于智者。然而大家只沉浸在八卦中，还有一些去艾特蓝田问他真假的，还说该不会是因为这个两个人才分手的吧。退出群消息后，发现苏林生发来的微信，他说你还好吗，不要理那些人，只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去诽谤他人。我删了几句，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打出一句好的，放下手机把自己缩成一团。我想我还没有强大到不顾及别人的言论，我们都是人间一粒尘，闲言碎语就能轻易地将自己打倒在地。次日一早，发现蓝天发来的好友申请邀请我去高中同学聚会一起说明白，我点了拒绝。他又发来信息说，我是为了你好，不要不识抬举，失业的滋味不好受吧。我有点琢磨不透他想做什么，便同意了好友申请。他发来一个地方说要当面聊，见面的时候只有蓝天一个人。他说李雨嫣的父母不看好他，说他嫌贫爱富，他希望我看在收了他50万的情况下帮他圆下谎，承认是自己能力不足配不上蓝田才提的分手。我盯着蓝田，那你有为我考虑下吗？我的工作被你们弄没了，还要给我背个能力不足的名声，你有没有想过我的职业生涯可能就直接断送了。蓝天则认真地说道，你可以找个好男人嫁了呀，反正结婚以后女性也是要在家带孩子的，早几年和晚几年的差别而已。交往这么多年，我再次为自己看人眼光产生怀疑，不禁反问，那林雨嫣呢，你借着她的资源以后也是让她在家帮你带孩子？蓝天则诧异地反问，不然呢？不过她可能比你轻松，请得起保姆，不像你所有的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哦，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辅导小孩教育你可能比较擅长。这样的对话让我无力吐槽，只能站起来道别，我不会配合你的谎言，50万的承诺我已兑现，以后我们就没必要见面了，认清一个人只要短短几句话就够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在苏林生的催促下带他买了相邻的两间门面房，唯一不同的是我是首付，他是全款。默默在心里吐槽，苏林生的全款由我这个打工人贡献了一份力。苏林生看我眼神有点奇怪，不用问我怎么了，这个位置买的不好吗？你看起来不太开心。我连忙摆正自己态度，认真说道，没有没有，非常开心。作为一个农村人，我非常感谢这个时代能让我走出农村，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苏林生露出微笑，你当时高中对我说的话也是这个样子，活力满满又正义十足。我看氛围有些不对，连忙打断，对了苏总，你这是第一次买门面房吗？像你这样的资产配置应该是门面房无数才对。苏林生看着我，第一次买这种，我以前都是买那种成栋的办公楼。好吧，我被装到了。苏林生看着我不相信的眼神，不置可否，反问我下周的同学聚会要不要去，我可以帮你澄清工作能力的问题，想了想有可能会碰到蓝田和林雨嫣。我摇了摇头，还是不去了，没有必要，然而有的事情不是我想躲就能躲得了的。
蓝天在高中聚会的时候对同学们说是我工作态度有问题又自卑导致两个人分手，他是在分手后才和林雨嫣在一起的。周围的同学对林雨嫣也是夸赞有加，说他们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闺蜜给我叙述的时候很生气，说你都无法想象大家有多阿谀奉承，学生时代大家都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一出了社会就都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我宽慰她，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其他的我们改变不了，就只能让自己学会接受。最近接到了几通蓝田母亲打来的电话，一过来就是向我诉苦，说林雨嫣娇生惯养，在家不干活，她和蓝田都得看林雨嫣脸色等等。我搞不清楚她给我打电话的用意，但是想想当初林雨嫣给她介绍主治医生，蓝田和林雨嫣两个人感情进展应该也少不了她的推波助澜。人还真是贪心，又想用人资源又想让人干活，以林雨嫣的性格估计少不了争执和矛盾，不过与我无关了，感谢林雨嫣这位勇士替我见渣救我于水火。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林姐看着新闻说，萧然，你住的那个地方好像因为市政规划要拆迁了，你如果搬家的话跟我说下，我那还有住的地。我看着林姐，你说的是真的吗？拆迁？林姐把新闻转发给我，对呀，今天刚出的新闻，据说是建设新开发区都限购了，现在不让交易买卖。旁边的小林羡慕地说，好羡慕这些拆迁户啊，啥时候能轮到我。我也想一夜暴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新闻链接，发现自己住的地方竟然真的在规划范围内，而且买的门面房也在其中。我好像时来运转，一下子有了很多意外之财。苏云生刚好找我开会，跟他分享喜讯后他也很开心，说我是他的福星，要请我吃饭。晚上吃饭定在了一个西餐厅，据说餐是限量的，我很少来这种地方，因此全程都是苏林生帮忙介绍菜品，并且拿来让我试吃。如果是过往，我可能会有点自惭形秽，不过知道自己即将拆迁，财富略微自由后，这种心情就少了点。然而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抬头想向苏林生道谢的时候，不小心就瞥到了蓝田和林雨嫣，他们看到我也是一脸来者不善的走过来。萧然，你失业还来这种地方消费，看来是榜上富二代啊。说话的是林雨嫣，而蓝田则一脸痛惜的看着我，我给你的钱应该够你花了，你怎么能这么堕落。我看着两个人有点啼笑皆非，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就觉得大家都跟你们一样吗？蓝天怒道，你什么意思？我看着他字面的意思，能不能麻烦你们就当我们不认识，不要每次都冲过来打招呼，当我们很熟吗？林雨嫣看说不过过，便看着我旁边的苏林生，这位先生，这个女生是我们合作公司被辞退的人，品德有亏，能力不足，找这样的女孩子当女朋友很容易被拖后腿的。苏林生看了看我，又看向蓝天和林雨嫣，严肃说道，萧然是我们公司的得力员工，也刚获得国内知名的创意营销奖，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造谣污蔑她的工作能力，另外她是我的女朋友，也请以后不要再骚扰她，不然我们会报警处理的。蓝田看着苏林生似曾相识，犹豫说道，你是苏林生当年那个插班生？苏林生回道，是我，多谢你放过萧然，才让我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说罢苏林生便搂着我的肩出去走到门口，苏林生向我道歉，对不起，没有经你同意直接说你是我女朋友。我看着苏林生诚恳的脸庞让人心安，没事的，你也是为我解围，不过你说的那个奖是怎么回事？苏林生略带无奈地看着我，中国24节气创意入围评审今天刚出来，结果获奖了，本来准备吃完饭跟你说的，结果碰到那两个就提前说了，不过这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你介不介意让刚刚的谎话成真，成为我的正式女朋友。苏林生一向沉稳，这时声音竟然有点微微紧张。我想起这个人带我走出困境，不遗余力地给我支持和帮助，没有心动那是假的，我选择正视内心，伸手抱住苏林生，那苏先生，恭喜你今天获得一个女朋友。苏林生紧紧抱住我，这一刻感情永恒。沉浸在幸福里，我没有注意到蓝田和林雨嫣看着我们两个盯了很久。苏林生的公司被人举报了，说是高薪聘请的员工拐带了上家机密，涉嫌利益输送和抄袭，这样的事在互联网一传播，公司品牌声誉直接下降了一半。我非常气愤，想要找蓝田和林雨嫣算账。苏林生拦住了我，说当前举报是匿名举报，不能证明是他们俩做的手脚。我问苏林生那怎么办，苏林生说我们是法治社会，当然是讲事实摆证据，让我安心等待。苏林生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发了声明，他说他创立的公司名字是以心仪女孩的名字命名的，创立初衷也是为给女孩创造一个能实现梦想公平的工作环境。他说他的女孩学习认真，工作努力，毕业后进入一个公司辛勤的工作，却还是遭到了职场欺凌。他说他费尽心机才让女孩来到他的公司上班，并附上了女孩来到公司以后从零到一的工作设计蓝图，同时他还欢迎人跟他对线，提供抄袭的证据给他，他相信他的女孩。这份声明一出，有支持的，也有吐槽太玛丽苏又是一个公关手段的。这时也有营销博主爆出知情人匿名投稿，说可以证明苏林生说的是真的，并暗自吐槽了女孩前公司职场资源咖利用人脉任意开除员工的事。林姐作为行业资深人士，也在朋友圈声援苏林生，她说女性职场本就不易，感谢苏林生为她提供再就业机会。行业内媒体也盯着林姐朋友圈大做文章，一时之间苏林生染品牌曝光度更甚从前。我问苏林生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吗？苏林生说当然不是，他说他动用了一些手段去问候了林雨嫣的家人，那边以后应该会谨言慎行，不再骚扰我。我问苏林生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他的脸微红，说那日医院阳光正好照射着女孩的脸和神采飞舞的脸，女孩一脸正气的训人，生机勃勃，让人心生渴望。14房子和门面房拆迁了以后，我整合了下资源，选了一个优质的小区重新购房，不巧又遇到了蓝田。
蓝天看到我打招呼说道，看来你跟我选了同一条路，这样的捷径走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我展示了下手里的房产证，是我一人所有。他的脸差点变红，激动地说，不可能，你连三环内的房子都租不起，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我看着他，突然间觉得有点可笑，你买不起是你问题，不要觉得大家跟你一样，只有吃软饭才能买得起房子。说完转身就走，蓝田追在后面，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是我瞎了眼，看错了人。我瞥了眼他后面林雨嫣闪过来的身影，不等回复，便看到林雨嫣追着蓝田打，隐隐约约传来声音，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朝三暮四啊。苏林生等我买好婚前房子后向我求婚，他说让自己的女人保留婚前财产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体面。我看着眼前的人大喊，我愿意。一心为我打算的人如果错过，那我就是个傻的，而我刚好聪明得很。苏林生番外，我是被放养长大的，父母感情不和，都懒得管我的教育。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学习毫无用处，于是逃课逃学成为日常。那天阳光有点大，火气也有点大，和看不惯的混混正打着架，警车却来了。那个带头的女孩子还大声喊着，叔叔，就是他们在欺负我们学校学生，你们快管管。被女孩送进医院的时候，我有一刹那迷茫，这是发生了什么？天降正义还是搭讪的新手法？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女孩子在医生为我检查后开始碎碎念，她说年纪轻轻不学好不是祖国的好未来之类，浪费父母的钱，怎么可以这样。她好像有点伤心，又努力鼓励着我，现在学习也不晚，一定要努力才能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我看着她，阳光那么好，她又这么生机勃勃，连带着她手臂上的小痣都好像生动了起来。于是我开始认真上课，好好学习。好巧她是我们班同学，好巧她是班级第一，好不巧她不认识我。一边生气一边开始思索着自己的出路，我要和她站在一起，和她肩并肩。以我现在的学习成绩很难，那就只能曲线救国。我和她的闺蜜认识了，我出国了，是的，我借助了父母的资源让自己快速成长。她有男朋友了，真扫兴，什么时候才能分手啊。她毕业进入新公司了，好巧，今天认识的一个前辈也是那个公司的，套套近乎去，太幸运了。她男朋友出轨了，当然那个林雨嫣绝对我不是我主动介绍他们认识的，只是刚好知道林雨嫣是独女，她父母想招个上门女婿而已。更幸运的是她分手了，我祝她下一个更乖，怎么可能有人比我更乖呢。终于把他招到了公司，可以和他做同事了，真是幸福的开始。蓝天和林雨嫣又来闹事了，这俩人开始看着有点烦了呢。听说蓝天的母亲对林雨嫣不满意，又听说林雨嫣的父亲看不上蓝天。你们一家子的事，那就关上门好好处理吧。对了，他还带我买了个门面房，果然媳妇心里是有我的，想让我多赚点钱，怕我饿着。我向他求婚，有点紧张，他微笑着同意了，真好，我娶到了高中时候就喜欢的白月光。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以后会继续守护他的微笑，让他像当年一样生机勃勃，神采奕奕。全文完。